你就叫做假上宝，假上宝，假上宝。请问大家最棒的早餐店叫做假上宝？哎，有发出声音的在送他礼物哦。如果沉默的朋友，我们送礼物是声控的好吗？你哪边有声音，我礼物就递过去。请问现场大家最好吃的早餐就在假上宝。假上宝，贝瑞贵豪，你真的很大声。后面的朋友，你们最喜欢的早餐店叫什么？假上宝，假上宝，优秀。哎，我知道你们这么安静，是因为没有吃早餐的举手收。Oh my god， 我心疼了。待会呢，我们要请你们吃好吃的港龙萝卜糕，再来呢还有抽现金的活动。那在此之前呢，大家有看到我们现场有一个重量级的来宾，我们先请到我们的 J 宝超人，我们的品牌代言人，先站到正中间哈。来，大家给你们一个机会创造福利，要拍女神的朋友赶快拍起来，给大家五秒钟的时间，来，五、四、三。二一 ，J 宝超人是我们的品牌代言人，有没有看到？非常的亲切，非常的可爱，还要握握手，是不是？好的，那现场的朋友，我们先感谢一下 J 宝超人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，今天我们除了带来精彩的表演之外呢，接下来各位朋友来到加盟展，最重要的就是想要了解各个品牌。在场有很多的朋友，你可能呢本身是想要改变人生的道路，或者是你想要创造副业增加财富。那今天来到我们的加盟展呢，假上宝绝对给大家满满的诚意。那首先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假上宝嘛，对不对？我知道在场很多朋友都有吃过假上宝的早餐，有没有人想先跟我分享一下你们最爱吃的假上宝早餐是什么？三明治。你最喜欢三明治，好，来送你一个礼物，有没有？你们想要女神的礼物就看个差好吗？那你们还喜欢吃什么礼物啊？吃什么早餐？吃什么礼物？礼物不能吃啊，就不要吃。来，喜欢吃什么早餐？随便你。你想喝咖啡？啊。